可以翻哦。对啊，完了，没东西了，没有了。有没有厉害的啊？你这些没有用都会过期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保险套。我不用保险套。哦，你们都没带。这么小，你一定又很低。哎，直接大暴怒啊！哎，大法装没事哦。大家都蛮专业，烦死了，真的。哇，你以后要当蛮专业。是不是长到186？好废的老爸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，暴气的妈妈，妈妈辛苦了。警察，我现在要突袭雷拉家，因为我要收这个。雷拉没有吵，还是故意说你找到我家的。对啊，我要收到。你都放在他身上了，这看起来像房间吗？哦，哎，这是你的衣柜哦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只想要突袭一下你的衣柜啊。没有东西了，不用说了。哎，你很多饰品哎，果然是雷拉姐啊。可以翻哦。对啊，完了，没东西了，没有了。有没有厉害的啊？哎，你这些没有用都会过期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保险套。我不用保险套哦，你们都没带。所以你今天是要来我家带小孩，是来我家谁来机场啊？都有啊，我去假装我是雷拉。妈妈，太阳晒屁股了，猫猫，猫猫，我第一次看我老公被别人骚扰，好笑、哦。你根本没穿内裤。还没醒来，还在那个 loading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帅啊？哎、欸，刚睡起来是很帅、欸。要吧，要吧。我最近在跟顾问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形象这件事情。然后我们理论有一点就是观念不合的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去包手，就是不是那种你想象中的那种包手，不是那种全满，也不是那种打传统那种的，也不是割线不打五的那种，是好看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吃一只蛇跟凤凰在我的手上。为什么是蛇跟凤凰？蛇有脱胎换骨的意思哦，因为蛇会脱壳。然后凤凰是因为它会涅槃，就是浴火重生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有吗？你现在有吗？就我吃了一只蛇而已。哦，它还没好，昨天才吃掉的。哎、欸，不会痛吗、啊？这里嘞？这边是补蛇。那我就跟他讨论，他就说，我就先给他看我蛇的那个示意图，他就说你可以先去吃那只蛇，那你凤凰先等等。我说哇，我又不是要包手，就只是两张图。他就说，因为上次本本不是有假装包手的片，然后就被很多人骂，然后还有上迪卡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会让你的形象变不好。我就说啊，形象不是已经不好了？他的，你看他妈的这个人这样子，他都包成这样子了，大家就会看到他，然后他发生那件事件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说不意外，但看到我就会说很意外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发生了那样子的事情，如果我再去做这件事情，那大家会觉得还好吧。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开心就好。而且他的意思就有，他也讲到另外一个，他说有些厂商已经会来找你工作了，然后如果你刺青的话，可能他们就不会想要来找你。我说哈，但是呢，现在会来找我工作的人，不就是因为不在乎我吗？对啊，那还会在乎我刺青吗？对，人生就追求。但当然还是要尊重酷炫。你已经死了，尊重个屁啊！他的意思是说先吃这个，然后拍一支片，然后试水温。那我们要去接糖包了吗？好哎呦，这个大叔，你已经完全爸爸一样了。那我们去接汤包，我们来接小汤包了。汤包哇，好大只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皱眉头？小汤包，你皱眉头哦、喔。因为他看到陌生人都皱眉头、啊。你这几天抱了几个小孩啊？超多，我超爱小朋友的。小汤包，你什么时候生一个？再五年吧。好久哦，再五年，你会不会高龄产妇哎、欸？不会啊，35岁啊。那你要不要先冻卵？要，先冲事业啊。你会很累哦。我不会，我不怕累。小汤包有在种哦，有在耕种哎，哎，它超乖的，一路上都没有叫，也没有哭。我觉得它比较像汤圆。小汤包给你红包，它果然是懂拿红包的小孩。它想吃啊你，被妈妈拿，被妈妈抢走，被妈妈抢走了，被妈妈抢走。那、啊、怎么样喂奶？等一下还不到时间。啊，如果用别人的母奶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不行，一定要自己的。你有母奶啊？我算了，我还是留着好了。你太热了，我帮你脱衣服。凉快了吗？你看他这样超可爱的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你的下巴肉。哎、欸，他肚子很有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腿，哇，
水库肉好可爱哦、喔。要换尿布了哦哦哦哦哦！哇，大腿库肉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所以它算大只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大只。另外当 DJ 吗？它应该以后会是一个玩乐器的鸟、欸，因为它好像是因为在我肚子里面听那个鼓声听的很多，所以它现在对鼓声啊那种贝斯声都很有感觉。这么小就仰卧起坐了，仰卧起坐那个一上二下，一、不要吃我的手，不要吃我的手。这是那个小汤包的奶粉吗？好多哦，小汤包，你妈妈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很凶的妈妈，她就才这么小，年龄又很低。欸、直接大暴怒啊！爸爸装没事哦、喔，拿着篮球，烦死了，真的。哇，你以后要当篮球员？是不是长到186？好废的老爸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是这样子、啊。好笑。抱气的妈妈，妈妈辛苦了。爹爹回来了，爹爹，送给你宝可梦的红包。你怎么那么累的感觉？你书包好重哦。现在小朋友书包也太重了吧？哎、啊，里面真的有书吗？里面真的有书吗？我看一下。有啊，检查。检查。有。看看。又没违禁物品。哦，真的，真的是有毒。铅笔盒，真的好可爱，米豆子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的陆队旗。好，很乖。你不要收小朋友的包包好不好？那是我的一只大娃娃。我看看小朋友在学什么。你知道小汤包回来了吗？快点快点，我们去跟小汤包玩。你教我怎么喂奶。来，我先来厨房。我来弄。要先怎么用？奶粉。奶粉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。我开。很多奶粉呢。爸爸终于要做事了。你以后越帮越忙。不就是三尺半奶吗？来，首先先洗手。为什么还有一只猫在这里？有三只猫哎，三只猫啊，都是胖胖的哎，发现你们家都是胖胖的，没有，有一只是瘦瘦瘦的。啊，你不是要泡奶粉，还在给我打游戏？哎，这手会发掉了，哇，那等一下。爸爸，你真的会吗，爸爸？我们看一下妈妈怎么用的啊。她这样一天要喝几次？一天要喝，现在应该喝到四五次而已。她在看着奶粉呢。妮妮。好可爱哟、哦。再一次。感觉今天雷拉家突袭完毕，非常的正常，非常正常。最近有什么计划跟大家讲一下？我最近没有计划没有要第三胎吗？没有没有，为什么？我直接就不生了，真的、啊。反正大家都认我不是好妈妈，干嘛生？怎么会你？我最近汤宇有开了一间新餐酒馆，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去走走。叫什么？叫尊印 ZOMINN 啊，有去的话说不定会遇到我跟汤宇，然后也有可能会遇到林丹跟同学。我也蛮常去的，再请大家多支持一下汤宇的餐酒馆啦。你今天真的很废，我今天超废的啊。你今天来干嘛？我今天就来搜查，重点是搜查、啊。今天超好睡觉的。我来叫你起床的，你本来就应该起床。好啦，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底下留言什么嘞？底下留言什么送什么？要送东西哦、喔，一罐奶粉。不要，贵哦、喔欸，我们的奶粉贵、欸。奶粉贵哦、喔，那就不要喂到一半停下来，不能喂到一半停下来，一定要吃。他会生气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拜拜。